然后我现在在用我的手机连着我的那个照相机。今天我和我朋友去商场，然后买了这个我一直想买的这个照相机，这样我可以更好的录那个视频。然后我现在弄懂了怎么把手机连到照相机，所以我现在可以看得到我自己在怎么录的。因为我那个有个翻转的摄像头，但是就是不是翻转，就是翻转那个屏幕。然后那个屏幕就是如果用架子摆着的话，它是不能翻转的，所以连到手机上的话就特别的方便，所以它就替代了那个屏幕。然后我现在在等着，等会儿我们要去给我表哥过生日，因为他生日是明天。然后等会儿十二点就相当于就是跨明天吧。然后我和我朋友就是给他准备了一个蛋糕，小蛋糕。然后我和我朋友各自会送他一些礼物，然后我朋友送他的是一本书，还有一个面膜，一套面膜。然后我送给他的礼物是一幅画，我已经刚画好的，然后我画的特别简易，就是这种。他是22岁生日，特别简易的画。然后等会儿我差不多录完视频就去找我朋友，然后我们就计划着准备就去他，他现在在外面和朋友在一起，然后我们现在就买了蛋糕还有礼物去找他。好啦，待会儿见。我们现在在吃蛋糕，然后现在我们已经把蜡烛吹了。这个蛋糕是冰淇淋做的，所以很凉，吃起来。然后这个地方是泰国的一个当地的酒吧，但是我们最近因为国王驾崩，所以这个酒吧都不能很明显的开，所以他就把门关了，然后现在就光线就特别的暗。好了，现在我要开始吃了。然后现在我们在坐着喝酒，喝啤酒，但是光线太暗了，所以现在看不到什么，旁边全是黑的。然后可能这里就录不了太多了，因为太黑了。哦，是时候回家吃要固定的锅。刚刚老板送了我们这个蟹，然后作为那个生日的，有点像蛋糕一样的那种形状。然后我们因为我们经常在这里喝这个啤酒，哎呀，这里就是光线太暗了。然后现在我用我的那个手机打着光，然后稍微亮点，但是我们这个都快吃完了，然后这个谁也吃不进去了，但是快化了。然后老板送的这个拿来了，刚刚我跟他们两个拍了一些照片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要开始吃了。然后我们现在点了这个伏特加，然后我怕喝醉掉，因为我很怕吐，如果吐的话很难受，但是应该还好。这帮人把来福和孙女算在一起，刚刚来福打了一拳给你，不要听起来很害怕，那不知道他们两个现在会不会和好。
我们现在正在撮合那个 Phoenix 和那个莱夫，他们两个就是现在莱夫特别的嚣张，然后一直欺负 Phoenix， 然后 Phoenix 现在很害怕。Phoenix 在哪里？这里。Phoenix 现在很害怕，因为刚刚莱夫就一直打他，还咬他，所以他现在非常的害怕。然后莱夫现在就是很没有绅士风度，因为 Phoenix 是母狗，然后莱夫是公猫，哎呦好奇怪，所以现在莱夫就特别的就是凶，就一直欺负 Phoenix。然后现在我们在玩那个游戏，就是问那个书答案，然后你就虔诚的把手向上放在上面，然后他，然后你想着你想回答想问的问题说出来，然后等到你觉得可以翻打开，或者是你觉得15秒钟以后你可以翻开。对，在吃狗食，所以挺准的，我们玩了几个问题都发现。好了，我们继续玩。问的问题是，到底是什么书？Focus on your home life。好了，你不应该是 the same question, okay? Like, should I like find a boyfriend on next semester?It's significant. 这是很重要的，所以你应该找一个。So, 你应该找一个呗。Okay. Phoenix.